本线带你关心新闻焦点。美国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，总统府表示感谢。前瞻基础建设条例草案今天立法院在混乱中初审过关。南韩萨德系统部分就位，美军今天凌晨闪电完成部署。股汇双涨，新台币收在30.15亿元，兑一美元，创2年半来新高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